家，你们上完了吧？오늘아주재밌게놀아봅시다여러분我们今天要玩的开心哦！哇，我刚刚真的是还很紧张，想说呢，这个很多现场的人听不懂韩语，结果后来发现呢，秀英的中文这么好，今天水晶老师可以先下班了。好，저퇴근해도될것같습니다안녕계셔야돼요